今天天很好啊，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来自春天的信息了。到河边去溜达溜达，看看能有什么漏可捡。走啊，这爷俩呗，这家庭作坊啊，这大银链子也是你们爷俩打的哦。这大银链子多少钱一个钟？都10块钱一克，拉克工卖。啊，我大小不嫌麻烦可以定。啊，这大银链子，这个一般的多少克？这些男的一般最低得这么大，我操，带小。不是，这一般的得多少克？大的有20码，这人定了要400克。100克的10块钱一个，就1000块钱呗。啊，对。啊，那也不贵，1000块钱一个大链子，人六的，人是不贵。啊，才10块钱一颗呀！啊，这些都是你打的呗，这些庄儿。哎呦，这是界面儿，这是镯子，银镯子。过去那有一对银镯就可以娶个媳妇回家，对不对？啊，那鱼的，那媳妇不值钱的。啊，说句心里话，就平等，就嫁给你就过意思。都你现在人家都没有这时候泡这个怎么值？我操！你看那银子能动吗？价值，价值，是不是？价钱，嗯，看看行不？对对，嗯，对对，这个咱拿出来看看大链子。你看大链子还看戒指？接啥？看这啥？我看看大链子呢。这圈的都是。哎呦我这，哎呦我这，这下手头真好啊，真重啊。这戒指也分男的，知道你。啊，那是女士，知道女士。小时候女士。这呢，这个基本男的，男的小点。这圈的、哦。你这个怎么这么亮？不是银白色啊？这就是正白银，正白银白色。雪花白银，雪花白银。雪花白银就这样的啊、哦！你手感没有搁上，他要那男的这属银的，啊，吃溜溜就完了是吧？啊，吃溜溜就不行呗。是的。嗯，给弄立正正的，对对。你这属于子承父业。哎呀，学这一门手艺不容易啊。15、16克。老天爷饿不死瞎家巧啊。嗯，10多克，100多斤。真大的、哦。嗯。啊，才100多块钱，手工业这是，锻造呢这手工业，你用那锤子给它凿细呗，完凿细拉成丝儿呗，是吧？凿细，完变成再拉丝儿。啊，拉丝儿啊，那这一道工序一道工序这么整呢？差一步不好使。嗯，差一步都不好，纯手工打啊。行。嗯啊。纯手工。纯手工。这嗯嗯，带上别人问你什么材质，你就说白金，你谁能看出来，对不对？戴一手了，戴一手一说铁片子。上次你这行，这身份搁那高着呢。有多没感？这回你看那个人有多没感？呀，你设置面积。鱼桥耕读，鱼桥耕读。我一遍没有用。鱼桥耕读的话题。这还来着，一对儿，酸梅尖儿。完蛋，那我就给他一气儿给他扔河里头，让他买的。狗头香丸。给谁呀？多着呢。完整。3500。那心惹我气。哎呀。这里帽筒有没有完整的？没有完整的。全有毛病啊。有完整，我这卖不动。进什么花片的？石头记。印花的，都有毛病。100块钱一个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连身贵纸。100块钱一个，还行，不贵。不贵，你说甩了点破烂儿。甩点破烂儿。100给你50，给你30，你那呢？这买卖你这东西你还有卖啊？你卖不了，要100给30，嗯，要100给你30。这合同卖哪件？嗯，是。这合同卖那件，没法卖这东西了。搁河边回来了，啥也没买着啊，逛了一圈儿，回家了。